极乐世界，幸福国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慈悲法语》。常念三途苦，思维地狱道痛苦。八热地狱，八热地狱即大有情地狱，从金刚座下32000由旬为等活地狱。各向下4000由旬，共有7座地狱，合称八热地狱。等活地狱，狱中有情聚在一起，因为业力的缘故，身边自然出现各种武器。众生随手抓取武器，互相砍杀，被杀的一方气绝倒地。空中再发出声音，你们可以再活。原本死掉的众生继续爬起来战斗，受无尽砍杀之苦。黑神地狱，狱卒们拿黑神在众生身上描绘4格8格或各种纹路，在眼线用刀切割或斩剁成块。众合地狱，当有情聚在一起的时候，狱卒们将他们赶到状似羊头的2座铁山中间，然后两山紧密结合，
将众身磨成粉碎。其他还有牛头、马头、狮头、虎头不同的山形，突然密合挤压众身，致七孔流血。或者狱卒将他们卒入铁槽，然后像榨甘蔗一样把众身碾成血水。或者大铁山突然从天上掉到铁地上，把众身捣碎、破开、砍杀、撕裂，到处血流成河。嚎叫地狱，狱中有情，为了寻找栖身之所，躲到大铁屋里。才一进屋，外面燃起熊熊烈火。众生在铁屋内忍受火烤之苦，凄惨嚎叫声此起彼落。大嚎叫地狱和前面差不多，只是这座铁屋有内外两层。原本众生以为逃出铁屋，没有想到还是陷在另一层铁屋里，忍受比前面更剧烈的烧灼痛苦，发出更凄厉的叫声。烧热地狱，狱卒将友情丢到好几游巡的大铁锅上，然后像煎鱼一样翻来翻去，两面烧烤。又把众生抛到空中，等到下坠时，由下而上，用一只烧烫的单叉戟从头顶贯穿出去。由于单叉戟过热通红，从嘴巴、眼睛、鼻孔、耳朵一切毛孔喷出猛烈火焰。又把众生放在炙热的铁板上，正面背后用炎热的铁锥捣烂，铁板上粘着焦皮烂肉，惨不忍睹。
极热地狱。狱卒用三叉铁串从下体往上插，锋利的铁尖从左右耳尖与脑门贯穿，每个孔窍都喷出猛火。又用极热的薄铁片包裹终身，倒入渗满滚沸碱水的大铁锅，随着碱水滚动浮浮沉沉，一直到皮肉尽烂，只剩骷髅。再将骨头捞到铁地上，这时皮肉血脉复合，众生继续回到铁锅，受不断烧煮之苦。见地狱，熊熊大火从东方好几百由旬烧来，所到之处，众生的皮肉筋骨脊髓充满火焰，就像油脂碰到大火，立即融化。同时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也有大火聚合，众生根本没有逃命喘息的机会，只有不间断的痛苦。在这么剧烈的猛火中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只听见凄惨叫声，才晓得原来火里有众生。其他还有各种不同的苦报，如将众生丢进装满烧热铁炭的大铁机内煎炒，或将众生在热铁地及热铁山中来回爬行。或将众生的舌头拔出来，钉入几百只铁钉，像张牛皮一样毫无皱褶。或将众生仰卧在铁地上，用大铁钳将嘴巴掰开，丢入火红的热铁丸或倒入滚烫的铜汁。汁从嘴巴喉咙流入，五脏六腑烧烂，从下体流出。
其他还有数不清极热难忍的无量巨苦。以上只是概说，真正的恐怖情形无法细说。关于大有情地狱的地点、面积及受苦情形，摘自本地分。至于受苦的时间有多久，如亲友述说，地狱痛苦粗暴难忍，即使经过十一年，只要业报未尽，就会继续。地狱众生死而复生，生而复死，一直在地狱里受罪。靖边地狱，靖边地狱靠近八热地狱。八热地狱各有四面墙、四扇门，外面有铁城围绕，每一城有四门，每扇门外又有四座地狱。每一个热地狱附近有16个靖边地狱，共计128座靖边地狱。有布满尸粪臭泥、肮脏粪秽、腐尸恶臭的汤味地狱、秽粪地狱，还有利刀、剑叶、铁刺地狱及无极大河地狱。汤味地狱，有情为了寻找栖身之所，一到此，双脚陷入汤味大河，深及膝盖。顿时血肉溃烂，抬起脚又恢复无缺，不断遭受烧煮之苦。秽粪坑狱和前狱相连，臭如腐尸。有情为了寻找栖身之所，一到此，整个人陷入粪泥，里面有很多虫啃食骨肉。尤其是能穿破
皮肉啮噬筋骨的利嘴虫，专门吸人骨髓。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016766，50001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8660，012001198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供佛斋天暨礼拜88佛弘明宝忏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主法，日期2月16日星期五，大年初七，时间上午9点供佛斋天暨佛前大供，下午1点半礼拜88佛弘明宝忏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，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藏文基础班特邀洛珠喇嘛教学，自3月6日星期三起，每星期三晚上7点到9点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请提前报名。联络电话0627166162，0627166616，或0627166612，0627166612。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走走流浪的河口，让你心中充满爱，不让生命受苦，珍爱一切生命，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。
Shall I be gone?